申请单呢？什么申请单啊？你把这个申请单填上，这签上家长名字。还要家长签字啊？没有家长同意是不让住宿的，这你都不知道啊？这个案子很重要，现有的证据都对我们挺不利的。我打算明天跟当事人聊聊，你帮我多准备点资料啊。干嘛？有事直说。我稍微耽误你几分钟时间呗。两分钟。你这个人。一分钟。我长话短说啊，我想去学校住宿，可是需要家长签字，能帮我签个字吗？谢谢。怎么不找你爸呀？我爸不是没在家吗？你可以让你爸签好字，上传扫描件。啊，我要是能这么办，我早就办了。哥，你帮帮我呗。不行，你不是不想让我在这个家住吗？你就给我签个字，我就搬走了。这是两码事。你爸是你的监护人，这上面要写你爸的名字，我没有权利。反正说到底，你就是不帮忙呗。这忙我帮不了。好吧，那就不打扰了。那个奖学金你要是不用的话，要不然就让给我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是？这么好的机会啊，我也不能浪费啊。奖学金不是只有一个名额吗？我怎么会有啊？沈娟放弃了奖学金名额，这个名额就给了你。沈同学，奖学金我收到了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，林翠花同学，你就拿着那笔钱给你们村的建设好好的添砖加瓦。那月考的恩怨是不是可以一笔勾销了？同学们上课了，请大家把月考试卷拿出来。这次的月考我们班考得不错，尤其是林雨金同学，我看了一下大家答题的情况，失分最多的是完形填空题，比如这道题啊 ，I used it to bad feeling， 有四个选项，大家特别容易混淆，在做这类题型的时候也是有技巧的。首先呢，一定要仔细阅读上下文，把握文章大意，这是解题的基础。你们平时做题时，如果读不懂，就多读几遍。只有把文章弄明白了再答题，才能不断地提高解题能力。其次，平时要多积累词组和短句，掌握它们的搭配规律，可以减少犯错。跟大家说个方法，考试时如果实在把握不准该选哪个选项，就将备选选项结合到文章中，再次通读上下文，可以帮助大家选出正确的选项。
说，好好说啊。帮我个忙呗，帮我在这个和纸上签个字吧。林翠花同学，这是又有事相求了。我们家穷啊，那个没心肝的爸他不管我。这样，你帮我签个字，咱俩的恩怨一笔勾销。签谁的名字？签我的。当然我爸的了。你是想让我当一次你爸吧？沈娟，你能不能当个人啊？林静，有人找你。大新闻，下周我们和普华要搞校庆运动会了。普华可是普城第一高中啊，全普城的尖子生、特长生全都被他们挑走了。办运动会不是自讨没趣吗？那可不一定，咱们也有咱们的强项啊。等我先去摸清敌情。今年田径我没有入药，那必须稳赢。楼主现在关心的是，入药能不能刷新我们普华新纪录？必须能。我们普华田径队本来就强。就是客场作战条件有点不利。哦，这是我朋友陆耀。啊。这是我同桌沈娟。还没睡啊？哦，我马上就睡了。别这么拼了啊，早睡，明天不是还要早起吗？哇，我知道，你赶紧回去睡觉了。锁好门啊。啊。大家安静一下，我要宣布个事儿。学校和普华的联谊运动会都知道了吧？老师呢想选几个体育成绩好的去参加。有人报名吗？哎，我报，跳远。那我就报名跳高。还有吗？这是我们高中生涯最后一次运动会了，希望大家积极一点。田径项目还有很多名额，有自告奋勇的吗？哎。我可听说啊，这一次普华中学来参加的可都是王牌选手，尤其是那个种子选手陆耀，参加了好几个田径项目呢。他要是上场，我可不去啊，去那丢人。哎哎，那可是陆耀，谁去自取其辱啊？他在普华可火了，听说人长得帅，成绩好，十项全能。没事儿，你们想好了来找我报名。娟爷，百年不遇的双雄争霸赛，有没有兴趣？什么陆耀啊？咱们学校有沈娟，是不是？这不得让他们看看咱们娟爷的光彩啊！没兴趣。那男娟爷除了偶尔打个篮球、上个操，什么时候去了操场？主要操场没有桌子，他趴着睡觉。要不你上？上一个，上一个。我。娟爷抱我去吧。您怎么又来了？来你们学校看场地呗。能不能换个说辞啊？上次就是这个。嗯。什么呀？我们学校啊正在招小语种特色班。以你的法语水平，肯定能进。我们普华中学啊，可是民办学校里的王牌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想让我转学过去？
我问过了，我们普华的特色班啊有优惠政策，不仅啊可以免费住宿，而且呢对班里前三名的同学呢提供数额很高的奖学金。你看这样啊，钱和住宿不就都解决了吗？以后也不用看你爸脸色了，对吧？看看。这人谁啊？怎么没穿我们学校的校服？长得还挺帅的，是我们学校的吗？以前怎么没见过？帮个忙呗，借我一件你们学校校服。你要干嘛？想低调点。你也不想我在你们学校这么招摇吧？行，你在这儿等我啊。校服还是有点显眼啊。哎，你找我借校服不会是想混进来窥探我校实力吧？我可不跟敌人同流合污啊。反正啊，咱俩马上就同一个学校，没必要划清界限。我才不要和你做同学呢。校服呢？普华招生简章？林雨静怎么会有这个？不是，林雨静刚转来就要跑路啊！哎哎哎！我跟你们说啊，操场上有个人跑得特别快，像是练过的，估计是高一新来的。什么高一新来的呀？好像是普华的。哎，走走，咱们去看看去。走，快！起来。你果然是窥探敌情的，还穿着我们学校的校服在这嘚瑟，咱俩没法做朋友了。知己知彼，才能战无不胜啊！哎，刚才比赛你也看到了，你们丽英啊和我们普华比还是差一点。你在这儿啊，纯属浪费。这样吧，我替你做个决定，你就直接转到普华来吧。我谢谢你啊。哟，又见面了，朋友。朋友就算了吧，你都看不起我们丽英。我跟你做什么朋友？建爷说的对，你们外校的来我们学校溜达啥呀？蹦蹦，你们还穿我们学校校服？这不是我校服吗？啊，那个我拿的，他去借一下，等他走了就还回来。我看你挺眼熟啊。我想起来了，我看过你照片，你是不是普华那个陆耀？哎，你能不能小点声？刚才跟我们田径队比赛的是你吧？嗯，还有你林雨静，你怎么通敌叛国呢？跟谁一边呢？这衣服啊，是我让林雨静帮我借的，跟他没关系，别赖他啊。刚才我说的话如果有点过了的话，我向你们道个歉。毕竟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嘛。如果让你们不舒服了，这样吧，一会儿我请你们吃顿饭。行了。怕吃了吐出来。我跟你说，别以为赢了那些人就了不起了，我们丽英强的人都没上了啊！到时候正式比赛，我们家卷爷。卷爷，你的事儿啊，处理完以后就赶紧走吧。下次来的时候啊，不要随便评价朋友的学校，也不要随便替朋友做决定。行，既然你觉得我刚才说的话不公平的话，那我们赛场上见。这次咱们两个学校联合办运动会，我倒要看看你们
谁能跟我切磋切磋。坐着瞧。你是不是该走了呀？我送你。我就送你到这儿了啊，一会儿还有课。哎，跟你讲，我呢并没有想替你做决定，我只是觉得转校这个事情机会难得，不想让你错过。我想想吧。那我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这是哪个女人？咱们学校的吗？不是，这普华那个陆耀吧？哎，他怎么到咱们学校来了？他穿我们学校校服，不会是提前来踩点的吧？同学们，都安静一下啊！来，快回去。我来说一下这次运动会的报名情况啊。现在呢，是别的项目都已经报的差不多了，就差男子3000米长跑。咱们学校的田径队的同学都已经报了，但人数还不够啊。现在的要求是每个班必须出人参赛，咱们班有人要参加的吗？大战输人不输阵啊，同学们，咱连参赛的人都没有，不让他们笑话吗？哎，沈俊，老赵，之前人家运动会，陆耀把跑步项目都包了，能不能行啊你们？刚才看那个视频，就觉得这个人好厉害，好猛，不愧是普华的。哎，但他穿的是咱们学校校服啊，谁跟他关系那么好，让他当内奸混进来？听说是个女生带他进来，看来关系不一般啊。他肯定想看陆耀赢。大家都别讨论了，你们回去再好好考虑考虑，啊。踊跃参赛吧，好吧。我。为什么突然报名？就是啊，不知道。好，沈俊，你就代表我们班参加男子3000米长跑。别忘了自己之前说过的话。老师，我也跑，我也跑。好，都是好样的。我听王一阳说你报了3000米长跑，你不是对运动会不感兴趣吗？怎么突然参与了？想试试。你该不会是因为林雨金吧？他现在都快取代你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了，就连我都听说了，他穿着我们校服混进来大杀四方，逼得田径队都开始进行赛前集训了。你该不会真的被激到了吧？冲冠一怒报长跑，为了那个小同桌。
咋还不练啊？我这1500米都跑完了，人都快废了。哎，干啥去？压腿。你吃饭了吗？一块吃。我做的不合胃口。没有，还挺好吃的。好吃你就多吃点，吃不完就只能喂猫了。你真的要打算搬出去啊？我还没想好呢，谢谢关心啊。转学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？等运动会结束就去办理吧。沈娟，谢谢你帮我签字。啊，你要转学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看见了普华的招生简章，陆耀给你的。沈娟，你家在哪儿？银饰店。嗯。你呢？我家之前在淮城，现在不知道在哪儿。你爸的家不算你家吗？我爸，你知道哈利波特住他姨妈家那种感觉吗？反正我就是不太想见到我爸，也不太想去那个家，有点不能理解，是吧？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，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跟自己爸妈很亲。反正我想了想，去普华确实能离开我爸，还不用寄人篱下，但我还没完全想好。你如果真要去，考虑清楚就行。沈娟，明天就是运动会了。林雨晴，怎么了？
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林翔，你明天会给我加油吗？吾皇必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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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都热情一点，给我们班加加油啊！别聊了，快！好了，我站起来。起来！你，摇起来！快！加油！啊！一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一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哎哎哎！你听听，要不算。你听听，普华中学把田径比赛全包圆了，咱们还比什么呀？别说这丧气话啊，这都没比呢，你哪知道啊？你怎么也不也得轰轰烈烈比一场，要赛出咱们丽英的风头。领先。3000米长跑比赛，请运动员前往检录处。哎，走了，上场了。加油，好好跑啊！哎，我们班的都站起来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！丽英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不要，你刚跑完1000米，3000米就别这么拼了，咱们赢他们跟玩一样，前三甲肯定是我们的。就是啊，想跑赢他们还不简简单单？不过啊，毕竟在他们学校，还是多多少少给点面子，让他们也发挥发挥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友谊第一，快乐田径嘛。还没比赛呢，狂冲劲！一会儿看到你输了，你就认清现实吧。普华田径可是王牌，再加上王牌中的王牌陆耀，我们拿什么去赢？那万一怎么发挥好呢？万一怎么运气好呢？逆风翻盘也不是没可能的事。我们田径队主攻3000米的，现在都受伤了，现在只剩下我们，我们拿什么去逆风翻盘？慢的呀，要是想不输，还是得想个办法。站我道上来呀、啊！你说你还站个内道，怎么呢？你还能拿第一呀、啊？你站我道，你话挺多呗。我举拳，比赛了，该站哪站。一会儿比赛有你好看的啊！各位选手，各就各位，加油！
什么情况啊？王阳怎么成为领头的了？啊，那难道他长跑能力提高了？不应该啊，那沈卷怎么反而落到后边了？没体力了吧，王阳，我来吧。哎，你看，他又冲起来了！加油，王阳！王阳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王阳！王阳！加油！王阳！加油！王阳！加油！王一阳冲刺，把他们的体力都耗光了，沈卷再冲刺。沈卷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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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可能赢得了陆耀？太不可思议了！运气而已，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说啥呢？我们卷爷之前好歹也是速……哎，行了，你别说了，你休息会儿。可以啊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赖我，我轻敌了。你连着跑了那么多次，还能有这样的体力，你也不错。等下次有机会。等你满血的状态，我们再比一次。好，下次再比。
辛苦了，耀哥。沈震，谢了。谢谢啊。所以你是跟王阳商量好了对策，一开始他才跑那么快。看出来了。林江，谢谢你替我加油。已经提交住宿申请了。我决定好了，不走。普华确实能解决我住宿的问题，还有奖学金，所以我确实考虑过要不要转过去。那你为什么现在又不想走了？因为我刚来丽英的时候，觉得这儿的一切都很陌生，谁都不认识。那时候我不太喜欢这儿，不过现在呢，我有一种集体的感觉，是一种特别安心、特别温暖的感觉。而且认识了你们一帮朋友，所以我想留下来。住宿的事儿也解决了，许如意说他们宿舍还有空床位。我今天晚上就搬过去。小林老师，以后请多指教啊。还没走呢你？那个转校的事儿，你考虑怎么样？我想好了，还是不转了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是……我知道。我之前啊建议你转校，也是怕你在这过得不好。现在看来啊，是我多虑了。你咋还没走啊？啊，我下车透个气儿。哎，跑完3000米，你怎么就没影了？是不是体力不支啊？要不再比一次？好啊。你们俩幼不幼稚啊？过两天，要不我带你去我们学校转转？只是转转，不聊转校的事。能看到你在这能交到朋友，不被人欺负，我就放心了。他不欺负别人也不错。哎，不过啊，我警告你们这些新朋友，他以后要是再被人欺负，我还是会来的。放心吧，不会给你这个机会。行，差不多，那我走了。拜拜，拜拜。我就说我明娟也厉害吧，下次让他输，他不敢再来撸。少说两句吧，那是我朋友。走吧，走吧。
条坦途摆在我面前，只要我踏出这一步，是你眼中的光照亮了我，让我不再逃避。